观世音菩萨在世人的印象中有两种的形象，一个是古印度时期流传下来观音菩萨像，另外一个是佛教传入中土了后所呈现的塑像。观音菩萨是闻声救苦、大慈大悲的正幻明如来，成就解脱众生、离苦得乐的悲愿，道家诸行来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讲到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观世音是观世间纷纷众生的忧悲苦恼，清除众生的痛苦，解脱度化到极乐世界。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欢迎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。所谓报恩，就是常怀感恩心，念念为他人着想，做利益众生的事。父母恩重难报经里说，欲得报恩，位于父母供养三宝，位于父母受持斋戒，位于父母布施修福，若能如是，则得名为孝顺之子。父母是家中的佛菩萨，不仅有养育保护之恩，更是有求必应，教导我们走向正道，走向光明人生。父母对子女永远是无怨无悔的付出，所以佛法提倡孝道，不仅是奉养父母，还要用佛法度化父母，引导父母修行佛法。因为在这苦难的娑婆世间，唯有佛法能让我们真正的脱离生死苦海，真正的离苦得乐。单纯的奉养终究只是小孝，能够如法修行度化众生，使道业有所成就，乃至拔济累世父母，才是真正报答父母之恩。民国初年，有一位在家技师叫做黄涵基，伊的个性乐善好施，供奉三宝真虔诚。拄着是伊举办佛事，伊拢会真热情来帮忙。可是黄技师伊的母亲无相信佛法，也无食素，佮逐工拢爱食粗食。黄老太太真喜欢食新鲜的海产。而且一定爱吃现代的，有的时阵老太太阁会要求佣人直接破开鱼仔的腹肚，将鱼卵摕出来吃。黄技师看到母亲这行为，伊感觉真惊吓，伊惊母亲以后往生会堕落恶鬼道，所以三番两次苦劝母亲爱改掉一个歹习惯。但是黄老太太听不进去，甚至还会发脾气，反过来指责后生加管闲仔事。黄技师真忧心，决定要去普陀山请教印光大师，伊应该爱安怎做才好。印光大师对黄技师讲：“你爱好好代替你的母亲忏悔业障，加念一挂观音菩萨的圣号，祈求菩萨加庇。只要你诚心诚意念诵，满敬人心，伊一定会有改变的。”黄技师马上回去厝，照印光大师的话，逐天早暗拢以上精神的心礼拜观音菩萨，并且将功德回向给母亲。果然，第一个月后，有一天，黄老太太伊主动讲：“我即马看到，也是闻到海产，也是一挂臭的食物，我就会感觉冰白，想要吐。所以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恁莫阁煮这物件给我食，上好加煮一点仔青菜，这较合我的胃口。”听到母亲讲的话，黄技师又惊又喜，这再一摆印证了佛法的不可思议。
很多在家居士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，即便自己信仰佛法、修行学佛，但家人却不相信，甚至反对。从因果的角度来看，这无疑是一种逆缘，所以我们更要怀着感恩心、忏悔心，将功德回向给家人，令现世父母身体健康，累世父母离苦得乐，超生善道，将佛法中的孝道精神发挥到极致。如经典中说，若有孝子能劝父母于佛法生因果等法，未信者信，信者增长，无境界者劝受持戒，有兼贪者劝行慧施，无圣慧者劝修圣慧，令善安住以致调伏，乃名真实报父母恩。因此真正的大孝是能度化父母皈依三宝，修行学佛，令得解脱安乐，这也是报答父母恩德的最好方式。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，伊让咱相信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，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画播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宋朝有一位著名宰相叫做范仲淹，伊少年的时阵嫁居伫寺院，认真苦读，教佛法结合善缘，养成伊乐善好施、虔信三宝的性情。所以，伊伫考取功名了后，去各地做官的时阵，一定拢会伫当地修建寺院，带头供养三宝。伫推广佛法这方面，会使讲是出真济难。比如讲，苏州的西园寺有一座木木观音堂，这就是范仲淹发心修建的。这个因缘也跟观音菩萨亲自超度伊的母亲有关系。迄个时阵，范仲淹伫苏州做刺史，有一天下暗，伊梦到往生的母亲来向伊诉苦。母亲讲：“我伫轨道中受尽折磨，需要有高僧超度，才会当解脱。我希望你会当请几位法师来替我诵持金刚经，让我早一天脱离恶轨道。”范仲淹梦醒了后，马上就来到西园寺，请迪克斯帮伊安排七位法师为伊的母亲诵持金刚经。上经一直持续到中道，这个时阵，大寮有一位主本的法师捧本财入来，恭敬放在供桌顶端，打算要离开。但是伊看到众人大家拢在诵持金刚经，伊嘛留落来，对咧诵持一段了后，才点点离开。迄天的下暗，范仲淹又搁梦到伊的母亲，即便伊的母亲现出天灵像，真欢喜对伊讲：“你伫西园寺，请法师诵持金刚经的功德殊胜。我嘛因为你的孝心甲诚心，得到观音菩萨的感应，献身为我诵念半部经文，让我得以道生天德。”范仲淹听到这话，就对梦中惊起，伊赶紧起来，走去大厅礼拜观音菩萨。第二天一透早，范仲淹赶往西园寺，请迪克斯将昨替母亲诵经的法师拢请来客堂。伊想要当面说多些。范仲淹对大家讲：“感谢诸位法师，昨为我的母亲诵经回向。不过，弟子冒昧请问，昨是倒一位法师帮我的母亲诵持了半部《金刚经》？
法师大家表情拢怪怪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起来拢真紧张。有人就回答：无可能啊，范大人，你一向爱面如子，阮大家拢非常的尊敬你。会当帮你的母亲上经，阮拢非常的欢喜，拢是伊上界用功、上界清净的心来上经回向，完完整整念完规部的经文，绝对袂只念半部而已。范仲淹若感觉真依歇，想要继续问落去。这个时阵，长伫大寮煮饭的迄位法师拄仔好经过。伊讲，昨迄个人是我，有啥物问题吗？范仲淹一听，伊就知影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伊赶紧跪拜行礼。这位法师嘛无讲啥物，一边往外面行，一边摇头讲无无无。然后天空离去，范仲淹心生欢喜。就将伊的俸禄全部拢捐献出来，修建了这座专门供奉观音菩萨的木木观音堂。在佛门中，金蝉佛事主要是与众生结善缘。一场如法的金蝉佛事，可以让大众与佛教建立良好的关系，也是佛教行化世间的重要项目。拜忏修的是慈悲法门，也是自利利他的菩萨行。随着经文的唱诵，与会大众至诚恳切忏悔，不仅自己礼佛拜忏，也带六道一切众生礼佛拜忏，希望以佛法的清凉普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透过至诚的礼忏，令大众业障消除，并与众生解冤释结，同时也将功德回向，令一切有情离苦得乐，超生净土。大众能够在道场中礼佛拜忏、听经闻法，是难得的福报，进一步发起自利利他的心，是福报再增福报。有一个书生叫做蔡瑶，他们厝因为长辈经商失败，欠下真大笔的债务，只可将所有的家产拢摕出来变卖行销，全家也变甲真善食。话虽然是安尼讲，多信佛法的蔡瑶也是留下一副清净庄严的观音画像，挂伫客厅的壁上。朋友拢笑伊讲，为虾米不爱客去卖钱？用这条钱来娶一个新妇，蔡瑶坚持不肯，因为相信菩萨总有一天会让伊好起来，所以伊就逐天虔诚膜拜。蔡瑶在朋友的介绍之下出海经商，伊将观音的画像随身扎在身上，祈求菩萨保佑航行顺利。没想到意外也是发生了，海上突然来一阵大风大雨，将船打到变轨，船上的人都淹死了，只有蔡瑶虽然有吃到水受一点伤，但是在观音画像的保佑之下，已经幸运漂流到一座海岛。这座海岛真特别，岛上拢是寺院甲出家人，蔡瑶受到出家人耐心的照顾，真紧的恢复健康。因找来一只船，准备要送蔡瑶回去。要离开的时阵，僧人送蔡瑶一袋茶，对伊讲：大家有缘熟识，所以我将这个宝贝送给你。这是伊伫下教的良药。你后半世人的荣华富贵都可以啊。三天后，蔡瑶来到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的公主两年前突然得到怪病，无法度开嘴讲话，四处去求医吃药也拢医袂好。
国王大出个是讲，若是谁会当治好公主的病，就要将公主许配给伊。蔡瑶马上摕着迄块茶去医治公主的病。蔡瑶将茶抹做汁，给公主啉落。公主瞬间哇一声，吐出一块血角。无想到隔天伊就开嘴讲话啊！国王非常的欢喜，遵照约定将公主嫁给蔡瑶。蔡瑶知影，这拢是伊虔信佛法、礼敬菩萨所得到的善因缘，所以蔡瑶就建议国王在国内推行佛教，广播佛法。蔡瑶不但从此过着大富大贵的生活，伊这一生离孙满堂活到九十几岁，才安详离世。华严经中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所谓信满成佛，修行学佛最重要的就是信心，因为具足信心，才能发出愿力，透过愿力启发行为。所以大智度论也说，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。信心是行出来的，要将佛法的道理落实在日常生活中，了解佛法的真实不虚，坚定信念，依循正道，从信受佛法开始，进而了解佛法，力行佛法，进一步证悟佛陀所说的真理。只要我们对佛法坚信不疑，并依教奉行，不论面对顺境或逆境，都能信心不退，精进用功，那么智慧自然开展，烦恼自然消除。在武夷山山卡一个小镇，有一个卖桂花糕的妇人，伊叫做冬梅，伊是小镇真出名的美女。对台人真客气，真有礼貌，很花个温柔。做生意真注重信用。有的时阵，当门拄着家境贫困的人客，伊会免费送予因几啊块桂花糕。大家拢真喜欢当门，称呼伊是活菩萨。像这款的好姑娘，自然是大家拢想要带入门。去因厝提亲的人真多，予人想袂到的是，冬梅清净万算的查甫人，竟然是一个摆卡，行路一摆一摆的善食秀才。冬梅会喜欢对方，除了伊骨力老实以外，更加重要的是，伊嘛是佛弟子，甲冬梅有共同的信仰。两个人结婚了，真恩爱，有生一个后生，面容真清秀，叫做俊生。偏偏人算不如天算，冬梅虽然无水命，伫俊生三岁一冬，因为也未晓讲话，就带囡仔去找名医。医生看过才知影，俊生是天生丽质的囡仔。不幸的代志不止一件，冬梅的先生也伫两年后破病过身，冬梅变成了寡妇。其实冬梅后头厝的人，大家拢真唔甘，真侪摆拢苛劝伊阁改嫁，但是唔管伊的爸母也是亲友安怎讲，就算讲到嘴破去，冬梅也是坚持无爱。伊决心要替先生掌管一世人。时间过了真紧，一转眼，俊生也已经二十外岁啊。这个年纪的查甫囡仔，差不多爱结婚生子、成家立业吧。可是俊生伊是一个戆囡仔，连讲话都拢讲袂清楚，想要娶某，这是真困难的代志。冬梅也看了真开，只求观音菩萨保佑众生，一世人会当平安健康，安尼就好啊。一天，冬梅卖完糕点，准备要收档，突然来一个衫裤已经穿到拢破去，
规身躯看起来真垃圾，年纪差不多14-15岁的小姑娘，伊徛伫大头前，看起来真可怜，对冬梅讲：“大娘，拜托你，我甲我阿娘已经有3-4天无食饭啊，阿娘即马阁破病，请你慈悲帮忙，给阮一点仔物件食。”小姑娘哪讲哪哭，冬梅看到也真唔甘，伊赶紧回去厝，捧一大碗的饭菜出来给小姑娘，也交代伊讲：“如果你若食无够，会当去等来客，不要紧。”小姑娘点头，一直讲多谢，捧着饭碗慢慢啊离开。人生从来没有十全十美，所以我们要懂得欣赏美好的部分，更要坦然面对、接受生命中的不完美。正如《金刚经》中说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万象，皆是无常。”真正让我们受苦的，不是外在的境界，而是贪着事物、紧抓不放的习气。学着用慈悲看待一切人事物，懂得面对、接受、承担当下每个缘起，不论外境如何变化，心不攀缘，不随之起舞，没有得失取舍，让自己的心从计较中解脱，不再患得患失，得到真正的自在。感谢您的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，伊予咱相信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，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苦海常作毒。